解说的专业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，第二只问题呢销魂的小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龙德为您带来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来自于那什么我不认识，你们自己看字幕啊，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VK300RM 我靠，1300多的大神啊，不得了。地图是默认万卡，标准模式我们在下面的出生点位，还配了伪装网加炮对镜，效率低就是因为没有 SB 啊，没有其他解释了啊，这啊就是因为 SB 啊，我操，你这一句话黑了多少人，等会儿大家打你，我的效率也很低啊，怎么办啊，哎呀，哎，遭不住了，这仇恨拉的，万一后到了后面人家 TK 你怎么办啊，再欣赏一下自己这个车的造型，感觉这个有棱有角，长得才像坦克嘛。哎，其实很多德粉都是喜欢这种造型，觉得这个坦克就得有棱角，圆不拉塌的，看球不来就用它。哎呦，锁定目标，目标被击中，甩了他一发，确定要继续这样往这边走吗？我看不见敌人啊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擦 QV 说为什么我开炮手抖啊，因为你撸多了呀，还有更好的解释吗？啊，这个地图现在改成这样，只要进来先抢了这道弯呢，哎呀，对面就是各种的站不住，过来，哎，我操，哦，这下炸的还很疼呢，大半管的血就没了，妈蛋呢，这里看到了这个对面的34啊，非常机智冲到了这个里面，这边的话其实对面一般都改成了是把火炮移到左上角，然后这边是能拖就拖，但是不指望能弄住多久啊，还是看一线那边生死一战，但目前看他们一线居然人不多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，哎，但是咱们家里面那什么怎么回事啊，还好把他干掉了，我靠，你这要是让人家这样轻易冲进家，这简直丧心病狂好吗，咱们火炮啊使用了这个嘲讽字幕，确定要打吗，准备向目标开炮，哎呦，他先看到咱们了，赶紧先缩回来，反正告诉你我这里是有人的，那边也是有人的，你要冲过来你就被两面啪啪，哎，二动七叉，对不对啊，这个哎，你敢来吗，现在看见他们一线那边好像是人多了点，但也没多到哪儿去啊，5-5，哎我靠，咱们那边确实也死了不少人啊，看来那边打的真是挺激烈的，咱们这边得想办法，其实我们这边这个顶位的话，因为他们地图改成这样的，他们肯定会在一线猛打，那咱们这边也得要猛打啊，否则那边万一失手了这就神作了，而且关键是这帮人在中间不知道为什么不守啊，这个对面老各种中出哈，你看那火炮要被吃了，哎呀，我遭不住你们了，这简直要神作了好吗，还好有个火炮比较识相啊，提前跑到树林这里来了啊，中间又分了一个重坦去追，哎呀，我操那边跪了，你们这里快点啊，再不上就要被别人上了，哎呦喂，
是想有什么对策呢？难不成现在你想回救啊？往回黑枪，前面那些重坦把自己暴露出来吸引火，爬来黑枪是个好办法。允许射击，目标跑掉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目标锁定解除，我们重创目标、准备向目标开炮。你这不能让他再过来。目标锁定解除。其实我感觉这个车有点类似于那种英国中坦那种黑枪的感觉、但问题是，哎呀，游戏的俯仰角度，我们重创目标，目标锁定解除。哎，预判，小你左边这哥们儿要过来了。哎呦，我靠，哎呦，这个，就剩下这么几个人了，自己看着办吧。锁定目标，目标锁定解除，炮弹被弹开了。好，哎呀，咱们剩下这个火炮立功了，真是机智啊！知道这个家里面守不住，提前跑了出来。这要没有他，这个人不知道多麻烦。哎呀！他要来了，准备向目标开炮！擦！哎呀哎呀，火炮可能保不住。目标锁定解除，赶紧走位。看样子应该还能活一会儿。负100给力。那这样，如果把他们那两个重坦的给做掉的话，他们就全剩下火炮了。那这岂不是你们懂的？哎呀，前面那哥们在被黑，我靠！哎，不过现在360是从哪个版本开始来着？变成中坦，以前是中坦。哎，那这样说，为什么潘兴是个中坦嘛？允许射击，目标锁定解除。他不是个中坦吗？给了敌人狠狠一击。你丫就是在逗我。打得漂亮，目标锁定解除。啊，这个黑枪的能力还是可以。哎呀，我刚一夸你你就歪了。对面那个人的名字叫从小立志当太监。哇靠，此等宏愿真是令老夫啊三观尽毁啊。啊，但是万一那个是个妹子怎么办呢？啊，那就那我就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那这种情况的话，咱们就是他就在逼咱们去打断啊，咱们一现身呢，可能他们火炮已经提前预瞄好了。苏100去点亮，反正 APCR 嘛，击穿率应该还是比较高的。这也是很聪明啊，就去一个人，我们你要看着办。哎呦我去，这个不好对付。那咱们这边也不要硬来啊，想办法去把它点亮就好。点亮通过黑枪以及火炮的炮火支援来实现打断的目的。啊，没有打到。没事，现在还早，20%，你可以接着绕一绕。我擦，那个火炮你不要激动啊，你激动个懒子。锁定目标，装甲被击。哎，完了，他被盯上。
我们重创目标。哎呀，目标锁定解除。这是舍身取义的小火炮。再来一发，他如果不动的话，他就死了。好的，装甲被摧毁了。哎呀，那现在就剩下几个火炮了。哦耶，太他妈开心了！来吧，我的宝了。目标打得漂亮。啊，现在他变得比较节约了啊，换成了这个 AP。敌人的装甲被摧毁了。真是一个经济适用男啊。也不知道那些人在哪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，锁定目标。你们就不知道一起上吗？真是的，遭不住你们。我看不见敌人，一次履带被击中。擦擦擦！准备向目标开炮，目标被击中。哎，现在他也非常紧张。哎呦，好的，躲过了一发，漂亮。敌人再下来干这个。好的。只剩下最后一个了，那这应该赢了吧？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那个视频啊，当时他给我投稿，他先对那人开了一发，那人也开了一发，对面是个火炮，他好像是个重坦，结果两个都死了。我们重创目标，当时就神作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非常漂亮。那这个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是76785582@QQ.com。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